海關喺機場檢獲一批毒品，拘捕一個人。32歲男疑犯被黑布蒙頭鎖上手扣，由海關人員押走。海關今個月7日喺機場貨櫃站抽查一件由法國寄嚟香港嘅郵包，發現兩個可接式儲存箱。經檢查之後，箱入邊有13塊夾層纖維板，藏有大約4.4公斤俗稱 K 仔嘅氯胺酮，估計市值大約250萬元。海關調查之後，昨天在鴨脷洲拘捕這個負責收貨的無業男人。